总的来看，十月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向好，主要指标持续改善，经济运行总体平稳。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、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，国内需求仍显不足，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仍需巩固。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精准有效实施宏观调控，着力扩大内需、提振信心、防范风险，不断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，内生动力持续增强，社会预期持续改善，风险隐患持续化解，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。